我的仇恨将沾满鲜血。平台收你人气干什么？我跟平台又没什么合同经济纠纷，他收我人气干嘛？平台巴不得我人气高，除非你跟他有合同问题。 如果你开一个公司的话，你会把你员工手脚给他锁住，不让他干事吗？怎么可能？员工给你干事是给你挣钱呢，还锁人气？除非你跟那个员工有合同纠纷、有经济纠纷，不然的话别人锁你人气干嘛？ 将为海洋补充盐分。我一路看会第二集，我闪现按出来，他没 W， 到我的话。 好像也不会死的，哎呦，这不八把三级被这样抓的，他妈的，烦得很，玩吐了都。还不直接 QA 他呢？主要我闪现我没按出来，晚了一丢丢，晚了0.5秒。 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。唐兰也他妈不刷，我没学 W。底线撞个鬼，底线血，下波还他妈是反推线。 慢慢发育了，闪现应该都快好了，闪现还差1分钟左右，这真他妈该死！我你妈，我想回头 A 他一下，我直接走应该也不会死。 我想杀烈火打他，他直接用一跳走了。他当然会玩。背叛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残忍。 等他推荐吧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嘛。这没炸到。好受多了。没炸到，换血又飞。言语毫无意义，不断。 这愤怒的烈焰。
想办法找不机会回一波加才行。这个人回来时更强，这儿练我的炽热斗志，烧啊，砍断他的骨头，就这么干，霸道完，没人吃 W 了。哥吧，直接把药卖了。我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。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旋风拿到这里，死亡的潮汐预示我的归来。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点燃好，我看一下有没有机会。烧啊！愤怒的烈焰！我看到了。哎，他妈转，终于炸到了吧？还转？把他们扔给鲨鱼。又一个，我虽然失去了船，
溜了溜了，失去灵魂。沾满鲜血，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。先去刷个石头人。Double kill！ 不要相信比尔吉诺特的说辞，当心炸药桶！好受多了。这是干什么的？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烧吧！叫人亡了。更多火药！这正是九级叫人亡。我都不信塔兰能保你一辈子。为什么你碰不到这么好抓的上呢？因为你青铜，因为你分太低了，所以你碰不到我。你什么时候能打到高分段，你就能碰得到我的。当心炸药桶！背叛就像在伤口上撒盐刺人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暂时远离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给破壳者装弹。
也就白金。你白金的还敢到弹幕，在弹幕上面说话，因为他们主坟都给你刨的，你白金还敢说话？死亡轰炸！言语毫无意义。我直接去偷个二的。又一个！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大海和人们背叛了。你就是他的下场，明白了没有？他就是你的下场。一次转身得到的是一把匕首。这啥？这把有狗，蛮想回的，我插钱。大海没有记忆，我有。我操！老子他把究极 K 完。谢槟榔加烟送的血瓶，谢谢谢华爷送的魔法引擎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蹲他一手。烧吧。费我时间。死亡的仇恨吸引我的未来。Shut down。又一个。妈，老子不活了。到螳螂在那边，放不了。我操，这大龙就没了吧？他妈的好离谱啊！这大龙就没了。来个重粉电视，我跑也跑不了啊！我知道他在。这把不好，这把要男刀发挥一下。
当心炸药桶，让他们的鲜血涂满码头。烧吧！哎，我想刷个青羽出来，快！又死了。那这条龙还要不要了？请和我的船一起沉没。感觉是要不了了。我去蹲一手吧，听天由命。算了，留着，有眼就算了。我虽然甩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好个玩具，把他们连起来。你胳膊上啊，你干嘛呢？真的是，真真想想象我把人头喂在嘴里，我操！好处多了，我要用所有力量，我要把我得到的统统烧出渣。当心炸药桶！You have slain an enemy. 这么难受。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辈。一只手都赢不了我。用你的手指填饱他们。上路卡牌应该会去带，我提前去蹲他一步，等他开始带的时候再蹲他就敢，感觉有点太晚了。我兰博先去带了，他那个兵线正常来说肯定会有人带的。缓慢的死去，给他们的奖励。更多火药。更强。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。我出什么好呀？按 W， 别动别动，按 W 别动就行。这个人中路兵线，我来找他。并没有用。我操！死亡之舞，我真的是套他个嘴！死亡之舞。不然他早该死。不过这个人头给队友更好一点，说实话，就是我也给他送了个人头。先出个春哥打这波团，等不了了。小孩子的用词。要是打完他伤害他把我秒了的话，我春哥复活他是回不了血。
下路去一下那个大龙去。要不就是大龙去大龙去大龙，没兵线的。更多。很有耐心吗？暴躁多了。我觉得主播玩的不错的话，可以去点那个闪电是一毛钱就可以办个牌子。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搞个环差能加3%的伤害，总体伤害加3%。大海和人们背叛了我。大优势的时候可以出援护。这把劣势别出援护，劣势出保命团，后面的时候能秒你。一次转身得到的是个大片，需要剑圣去找那个人吧。你都算轻的了。死亡把我吐了。当心炸药桶！杀杀杀杀！我有闪现，不用管我。金圣刚刚也不在了，怎么说呢？怎么会玩得这么难受呢？那我就是卖早了，我等金圣过来一圈。金圣在这波直接一波了，都不用蓝刀在的，不知道他刚干嘛去了，我没看他。这祖拉斯复活骑兵线又推不完。砸不死，我看见了。不要以为我不在，你们就能安逸。对呀，我们他妈龙 buff， 我们为什么不抱团呢？我们在干什么呀？杀手码头上，我们龙 buff 不抱团，我们在干什么？轰炸！这波 buff 又没了，已经和我的船一起沉没了。我们鞋子移速好慢呀！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也失去灵魂。剑圣也要带，难道还在家里？这把知道我没春哥，直接切我来了。这波就下对，我们正面是4-3。我操！还行还行。
是不是伤害不太够？伤害够就是打不出来，没有输出空间，就队友不在的情况下，对面千里的话你打不了伤害。